我是小段呢，哈、啊，讲到我，我名唤金燕子，哈哈哈。讲到我金燕子啊吼，阮老爸就是金凤山呐、啊，啊，若想到什么期间哦，阮老爸甲阮娘，怎啦？阮老爸甲阮娘对啊，我讲讲唔对，听好，唔通你后白听，讲好明啦。我讲阮老爸甲阮娘，我无讲阮老爸甲安怎啦。好啦好啦。讲无好，你个听无详细啦，哈、啊！阮老爸甲阮娘啊生我来出世呢，啊讲着我燕子啊吼，比较较活泼啦。我虽然是一个查某囡仔，啊不过比较爱佚佗，啊不过上届考分呢，就是红都庙，什么期间啊纪念啊，阮老爸踮在西基城做一个忠臣呢，啊你甲阮老爸害害死，真正太过无道理，我今仔日。就是千里迢迢，要往到西京城来去，来去找红都庙报冤仇。讲了有道理，不可延迟，快快来去就是走啊！Nice.